一见到你一号仔系跑两次都上唔到名嘅半路程啊，都系跑嚟第1200，不过佢上次就跑第4，即系唔远啦。个大局就系咁样嘅，就系359就赢过，67就入个 Q， 28咧就最叻第3。咁啊，上仗成绩好嘅系2711，就1号跑第4，5号金光石都系跑第4。咁而家呢个3号就赢过本路程嘅，近绩就比较上系后咗啲989咁样啊。咁但系换咗潘顿上去，上次咧就波件事。又系7倍跑第9啊！咁今次变成热门单位数字之一，就系隔晚大热添。咁隔晚大热喺香港咧，就有一个取胜率嘅，个取胜率系好过你随机咁抽只马嘅。3号，咁啊第一场何泽尧骑只大热门出闸又唔积极系咪？又要走外边，啲沙又松。咁啊，跑上嚟就追唔到，咁所以即系跟前啲马就着数啲啦。应该二号仔颜色王子呢只马咧，就二号仔就上仗成绩好，就跑第3嘅。咁但系本路程最叻第3名嘅啫。四号仔何铭年骑嘅安田之宝，安田之宝六次赛绩有2个第2。上次第9，前次第8，本路程跑过1次都上不到名的呢个四号仔，如果睇住呢只，上次27配陈嘉熙跑第9，唔够换咗俾何铭年。5号金刚石上仗成绩跑第4，17配，而家苏少辉系咪再嚟过啊？原班人马10配，而家就热咗少少，但系呢只马咧。5号呢就是赢过这个路程，上次跑第4，可以跑得好一点，跑好一格就进来了。6号仔呢上次报文呢就 3.7 倍大热门跑第5，一毫子位置都没有的，现在又没有换人，又原班人马再来过，都是热门之一，4倍6本路程佢最叻入 Q， 上仗第5，前仗第4，6次赛程有一次入第2名。7号金樽1号，好多人关注嗰只马金樽1号，因为上次跑第2啊嘛。波件事7倍，上次系夜1倍跑第2嘅，咁如果波勁斯又再嚟過，係咪因為上仗同原班人馬跑得好，所以今次就多人關注咗？7號仔咧就最叻入 Q 嘅啫，本路程。玉樹臨風爆仔就配陳嘉熙嘅，隔晚13倍。玉樹臨風上次11，前次第5，6次賽績有2個第3。8号仔入过第3名嘅最叻，8号上次就差咗啲，霍宏星跑第11，而家换咗陈嘉熙，后边只9号仔叫做钢铁福星，隔晚17倍，而家赢5倍，潘明辉，钢铁福星咧上次12，前次11，连续2场都好厚，所以冷门嚟嘅。10号超班啊，叫做上次第11，前次第6，再前次又12咁样，都系喺好后嘅位置嗰度翻嚟。而家配咗田泰安，都系冷门之一嚟嘅。11号运来孖宝咧，就上仗跑第3嘅，即系都叫做入围啊，但系就初跑嚟地。只马运来孖宝就配呢个周俊乐，上次第3，前次11，
而家最后一只出去草地嘅咧，就系、是、有两条黄间喺个直间喺个背脊嗰度咧。嗰只马咧叫做十二号马无名区，连续三场跑十几名嘅，所以系大冷门嚟嘅。咩马特别系发脾气啊？咁嘅。咁我就揀兩匹啫，唔係二號顏色王子啊，擺到前有內檔嘅，一號同埋力量啊，冷門都揀埋佢。我話威威第一鋪跑嚟你嗰時候都有跟過佢噶啦嚇，咁啊轉咗馬房嗰樣嘢都係定咗嘅。上次用力唔係好多，咁啊而家成為熱門啦。另外就八號馬嘅玉樹臨風係可以搏下嘅，同埋今次嗰個副磅咧幾輕嘅，118磅，咁睇下可唔可以再一次近啦。咁啊，揀咗只七號啦，金樽一號啦，泥地都正宗啊。如果復甦翻嘅時候，咁佢分就減咗好多，減咗一半有多啦。咁啊，睇下有冇得反彈啦。另外六號我話威威啦，都係同情為一個上名咁啊。試過留住追嘅威力咧，佢係好過即係擺前少少咁。睇下呢個檔位係咪都係留住衝啦。咁啊，另外二號顏色王子就叫四班式上名啦。呢、這個路程咁啊，就女士要七號六號。七号都几好啊！七号金樽一号，波件事上次跑第二啊嘛，咪而家咪再嚟过啦，系咪？即系你姐中意二号、八号，我要二号、七号啦。气威森，只马上次中翼你跑第三，而家换上呢个气威森，其实佢一档出到闸就有机啦。赢过的是359都是冷门来的，冷冷地这样。三号就是潘顿十二档当家信心，上次跑第九，他连续第九第八这样，就没有这个平海欢声那么近迹，所以我就算其实金刚石都可以拼定，二号多一点，二号起码六次赛绩有两个第三，上次第三咁样。咁而家十号落咗马，即系我而家拣咗呢只嘅希威森拍啊波件事，唔系希威森波件事。七号仔啊呢只，呢只七号仔咧。波件子上次跑第二啊，今次又系排过四档咁好啊，睇佢积唔积极啊，积极就有机啊。直间跳七彩间跳嘅咧就一号仔同盟力量，上次跑第四嘅蓝色就系钢铁复星九号，上次十二前次十一比较后啦呢个九号仔，所以就廿几倍。咁啊。田泰安而家落咗马，而家上翻。田泰安呢只马咧，亦都系上次十一上前次六，再前次又十二咁样，都未接近嘅。八号格仔红白格仔就系玉树临风，喺只马呢只马上一仗唔好，但系前几次都几好。陈嘉熙啊，呢只八号仔系九倍啊，上次。八号仔是六倍，霍宏星跑十一。八号仔如果即系抹走上一次咧，就系上前次第五，再前次两次第三，都几好。咁我而家买两只咧，就上次成绩几好嗰啲跑第二、跑第三嗰啲咧，就系二号蓝色王子同埋七号金樽一号，睇下点啦。而家落飞红绿灯，六格就系有。陈家气氛六号八号布文只马本来都想揀佢嘅，真系即系上次大热门一毫子位置都冇，唔知佢想点。其实二号六号七号都好多人关注。超班打埋只超班。好啦，超班入咗半个身位噶啦，已经大热门仍然系六，准备妥当，工作人员亦都散开，准备
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玉樹臨風啊，少少慢啲嘅。前面快噶嘛，內欄位置顏色黃子三幾步已經帶頭噶啦。超班第二位無名區第三位後邊嗰啲啦，內欄上翻啲咧係玉樹臨風啦，中間鋼鐵福星出邊同盟力量大愛當藍帽紅衫嗰只就金剛石啊。後邊噶嘛啦，先見到安田之寶出邊運來孖寶紅衫響尾四嗰只啊。咁啊六三大面箍大約尾三咧響個馬林後邊奧華威威啊，後邊兩隻金樽一號同埋綠色衫當家信心啊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就顏色王子就帶頭嘅，同盟力量第二位啊，超班第三金剛石第四啊，第五位噶嘛，外邊鋼鐵福星啊藍晚罩啦，中間無名區啦，埋邊啊玉樹臨風啦，後多浸噶嘛啦，響外邊藍晚罩就安田之寶，最出紅衫啊運來孖寶啊，大面褲綠色衫嗰只咧黃帽就奧華威威，亦都攞喺外邊上噶啦。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前面顏色王子咧仲係擠嚟一個身位嘅，後邊噶嘛有同盟力量啦，埋邊啊超班啦，出邊上緊嚟係奧華威威啊，咁再見到後多層就運來孖寶，接近終點擺咗喺前面走，呢只顏色王子一放到底啊，跑第二名噶嘛，相當接近啊，同盟力量埋邊，出邊奧華威威啊，第四係當家信心啊，咁啊二號跑得好好啦，係咪啊？一檔一出到閘好有機會嘅呢啲嘛，只三號又冇，只七號就冇料到一路喺後邊啊，上次跑第二添，仲話，唉。只三号仔当家信心跑第四，二号六号系啊系啊，二号六号六号第二门啊，冇要佢啊，我要二号三号啫，波件事冇晒影啊，真系上次跑得几好啊，而家又冇晒影啦，真系赢几个马位啊，真。看重播了，看哪隻二號仔內檔紫色衫，昨天上來同隻綠色衫的奧華威威在前面，十号咧就而家喺嗰只马叫田泰安啊，骑士。我而家讲人噶吓，讲马就几系浩然最叻噶啦。咁而家只一号仔同盟力量何泽尧喺前边，咁啊希伟森啊继续喺前边跑，越跑越顺，越赢越远。咁外边有只蓝色衫嗰只咧就叫金刚石苏兆辉，打几步上嚟第四碟。咁就冇，唉，嗰只七號仔波件事喺個尾三啊，而家喺內欄啊，前面都唔使睇噶啦，係啲希偉森贏咗四五個馬位，衝上嚟咧，同盟力量同埋呢個奧華威威報文係熱門嚟嘅，一號係冷門嚟嘅，第一號上次都跑第四嘅喎。六号呢就上次跑第五，六倍颜色王子上次又是六倍，中翼礼跑第三，咁都系成绩好嗰啲马咧就喺前面啦。六号入个 Q 嘅，不过上仗就冇入围。一号咧就系上次第四，但系跑两次本路程都未上个名，咁就有只冷脚。二六一三